嗨，我是 Sharping。 大家都知道说，如果是音痴的话，你可能要多跟着钢琴，多跟着 APP 练习。但是你知道，你即使不是音痴，你要更进步的话，你必须要一样跟着钢琴，跟着 APP 吗？例如说，我举个例子，我的音感一直都很差，尤其到换声区或者更低音会更差。那我们听看好了，这是一般的音域，男生中央收。一但是我如果唱 O， 我不看哦。O O， 从头到尾没准过。我唱 R， 啊啊，从头到尾没准过。你看线的下面好像不多，对不对？但你看这个，一。这就是掉了快要半个半音的意思，可以吗？快要半个半音。那所以我要矫正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要先硬是把它唱准，然后重新的去学习说这个音高唱 O 应该听起来是什么样子。O O O E O A。可是我就很想要唱啊，你不觉得吗？我听起来很像啊啊，所以我会常常习惯性的偏低，在更高音的话会更明显。我们一样回来这个啊，画错了，用这个听听看，高音咪，混声区的真音的大概最高音的感觉。一，有没有从一就偏低？当你越脱离舒适的区域，你越用力的时候，通常会越低。一啊。从头到尾没准过，可以吗？我只要唱歌，刚唱歌词，它就更明显。所以我们一样要去调。一，哦，原来是一一啊啊啊哦哦哦。所以这是单音的部分。如果今天是一整句，尤其有大跳的时候，会更明显。听看一句好了，这句是这样子。梨园的其中一句，悬在溶溶，要调个八度回来，它是这四个字，可以吗？又是回到绿色，悬在溶溶，有没有？就没准过。融不对，融悬在融融的天上的天上，还是不准的天上，很烦啊，不会准啊。上再高，上悬在溶溶的什么？悬在也不准，悬在溶溶的天上，上从头到尾没准过，上就算我弹的和弦也是一样，悬啊烦了，悬。在溶溶的天上，上悬在溶溶的天上。所以你看，所以为什么说是音痴？哎，烦哦。悬在溶溶的天上啊，如果看这个会更惨。悬在是什么？悬什么？悬。